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硫磺山，那这边是停车场。那今天一样是有太阳，只是多云的天气。那原本是要去神之子池，因为前两天呢，好像有翻车意外发生，所以司机他不敢冒险，说没办法去。那我们就是有备案，总不能取消，取消被客诉。所以我跟旅行社积极的争取。那我们就来到硫磺山，那让旅行社招待我们吃温泉蛋。然后呢，这边待会结束之后就要去阿寒湖温泉了。这是硫磺山，那我们等一下全去看一下地热的状况，一片白的，跟我们阳明山的状况不太一样。那跟地热谷啊，还有旧日的温泉，只有味道一样，但是整个地形都是不一样的。跟阿苏火山，就是我去过九州，也不太一样。